新款 A 级车的一大亮点是导航系统中的增强实境功能，相关摄像头位于其他摄像头系统的下面。为了激活增强实境功能，请进入导航，然后进入设置。在那里，请激活增强实境功能。现在让我们开始进行。比如，导航将向您显示路名。如果您必须转弯，那么方向箭头将被直接投影在相应的车道上。当您在十字路口处于第一排时，为了始终密切注意红绿灯，摄像头将会放大。另外，增强实境功能将使目的地的寻找变得方便，因为门牌号码将显示在显示屏上。这是一个创新的智能化系统，它使导航变得更方便。